我是王牌部队中的顾一野，每个男孩心中都有一个当兵的梦，我也不例外。可当我真正踏入军营那刻起，才知道当兵不仅是为了完成个人梦想，更意味着要担负起国家的使命和责任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肖战。在《王牌部队》这部剧中，有一个情节至今让我印象深刻，就是顾一野和他的战友们举着生死在一起连的旗帜进城。很感谢顾一野这个人物角色，让我真正体会到了战友情，看到了中国军人真正的模样。你我都一样，当光荣岁月静静流淌，当夜空被夕阳照亮，偶然会想起突破的伤，知道是寻常。